这么好的景色，我怕下来发朋友圈真是可惜。啊！能转会清，哎，是萧炎在，就没有我办不妥的事。哎，是系统，还觉得宋楠用的线索，根本就连拖后腿的。到底是谁擅自的这个破程序？沈木哥哥，可怕。 敢问阁下想好了如何使劲了吗？我们先定个小目标。新鲜的蔬菜来了，甭管做什么，我都能做到最大最强，只要卖遍全阵。傻了吧？啊、想不想去悦来酒楼吃饭？我就是带你来开阔一下眼界。你娘都不认识啦？这不是张老太太显灵了吗？你好。连家一家都什么人？ 简单调查了一下，我炸了！谁敢动我国人？不是连家人，还有功夫在这唉声叹气呢？继位了吗？晚刷了吗？钱挣到了吗？